刚刚啊，那这个小的现在哎叫喇叭精灵，对对对。那么接下来是阿拉听过正宗精灵汤、喇叭精灵汤，再下来一个叫串条精灵汤，听到过吗？啊，想听吗？对吧？啊，又是另外一种风格了。阿拉有请那个张博生老师来给大家表演一个串条精灵，啥意思呢？也就是呢，精灵他演唱过程当中，那比较时尚的流行歌曲串到精灵他的表演一道来唱。哟，这倒是要听的呀，我也没听到。哎，流行歌曲还是表演一下。对对对，精灵他灵啊！啊，张博生老师今年还是要七十八岁了。对对对。哎呀，高龄高龄。阿拉大家听听看啊。这么高的高龄还有那么前卫的流行歌曲，好，来掌声欢迎张博正老师。哎，张博正老师，刚刚小林生才老师唱喇叭精灵，87岁哦，头发没扎好，我问伊哪能会得介黑，伊讲脚骨了。那么我今朝到搿搭演出了，也脚一脚，本来我不懂啊。啥个吹头发了？我跑到理发店，师傅啊，等我捏一捏。师傅让我看看，他把侬插花几的。现在啥个年代了？还捏一捏？现在不叫捏，叫嚼。我讲不对了，老早下午的吃粉都都不叫什么，头发叫什么？那么我问你啥个的？一个进口一岁两百八，国产一岁一百八。我摸到倒啥道理啊？我那个退休工资才被缴光了，那么一海老母了，你不要走啊，你要便宜可以的到中国一点去买那个145克，啥叫145克？就是那个这个牙膏正在那个送着145克了，可倒蛮好，那么价钿呢400块，好久起床有的就来，你就好把你熬住住，熬住就好把你算住住，你48块你就是就算的，可以从个买的哦。刚刚是要我今朝精灵他追的，才是这个唱了才好，那么我唱不过，那么我那想办法动个小脑筋。当中翻翻上头，翻眼新的，所以讲里向加了一眼歌曲，请听《新造精灵》。看，到火牛头，看你的儿子，我唱。写个那个民歌的诗，唱着唱，我怕死了呀！心里的花他怎么有一人？不如金陵他，他金陵哪里？金陵高他们就是一人。一人高成40户，40户那么一个精灵，公司精灵嘛往往相遇，当精灵精灵嘛一个精灵，一人高他高的中人外，才是苦在劳动人民热笑这精灵。小山坡，过那么山坡想唱歌，哥哥唱那么妹妹，妹妹们听那么小歌，妹妹看着我们对我笑啊，一次笑我来抱一抱，抱一抱，抱一抱，我说那个妹妹们山花娇，抱一抱，抱一抱，我说那个妹妹们山花娇。精灵高他们三人，三人高他们神医家，神医家不让我一个精灵，父子精灵嘛往往相依，当精灵精灵嘛一个精灵。
这是共产劳动人民的小提琴，听什么歌啊？听什么道子听？大河不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看北斗啊，看北斗啊，说走咱就走啊，你有我有，全都我有。那个路就不平一声吼啊，该走了就走。这个狂风火火闯九州，哎呦一二呦，嘿嘿一二呦，路就不平一声吼啊，该出手了就出手。这个狂风火火闯九州，我为大家来唱歌呀，该出手来就该出，我们好朋友啊。青林哥他们的人类，青林哥他们二十三个，二十三不老有精灵，风吹青林嘛往往前，一根干青林，青林嘛有精灵，一路哥他找的真勇威，在日共产劳动人民和小激情。铃声个狗娃子，吹的嘛到底轻。只要你存心对我好，老子不做你良心，我们一呀呀二位，我的乖乖，哎呦喂，我的新天宝，真是乖乖棒棒哟！我要洋房我来造，要汽车那个我来造，洋房几间全来造，我这把的呀子小宝，把你操摇啊摇嘞。Hey!